分娩过后，产妇会排出一些红色的血液，就像来月经一样，这些被称为产后恶露。很多产后妈妈就想知道，生完孩子后恶露多久排干净，新手妈妈应该掌握这两点。恶露是什么？恶露其实是产后阴道所排出的分泌物，混合着子宫出血、胎盘碎片、胎膜、子宫中的分泌物等。其实之所以会产生恶露，主要是胎盘和子宫剥离之后所导致的。当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子宫需要进行复原，由大缩小，而胎盘和子宫的窗口也需要复原。于是在复原的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些组织物，排出来就是恶露。产后恶露一般多久能排干净？其实生完孩子之后，恶露的排出会利于产妇身体的恢复，但是恶露排出的情况也会因人而异。比如说，由于体质不同，产后排恶露的时间也会存在差异。一般来说，生完孩子之后大约需要3周21天左右的时间能排干净恶露，但是也有一些产妇可能在2周之内排干净，也有一些产妇可能会在6周左右才排干净。其实关于排恶露，顺产和剖腹产的产妇也会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剖腹产产妇排恶露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但是如果产妇排恶露的时间超过了7周还没有排干净，就最好去做一下妇科检查。产妇做好这两点有助于排恶露。一、保持外阴清洁，产妇在排恶露的期间一定要注意保持外阴的清洁，要及时更换内衣裤，而且大小便之后也一定要用专用的洗液护理。二、姿势也很关键，想要帮助恶露尽快排干净，生完孩子之后躺在床上时应该向会阴伤口的对侧保持卧位或者是坐位。这种姿势一方面能使恶露排出时尽量不要碰到伤口，另一方面这种姿势还有利于改善局部伤口的血液循环，有利于伤口尽快愈合。关于产后排恶露，你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欢迎再去留言或者是关注我，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备孕、怀孕、育儿小知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